是蘑菇吗？出水了，把这个打开一下，看看。小优的一个飞机啊，谢谢我小优宝贝，谢谢宝，谢谢我宝，谢谢小优，又是这个，胖，很胖，等一下吧，等一下再那个啥，太胖了，训练一下，回顾一下。你也在喝吗？哦，那红，我的天，红 buff， 没事，刚好现在来，到时候活动的时候就不会难受了。我还好是月头来了，练习一下哈，先练习一下我们昨天学的招数。选个晚上吧，我觉得晚上没那么亮，眼睛不好受。我的人物呢？好像有点模糊的感觉，为什么？昨天的技能是什么呀？昨天我们学了个技能是这个，还有个这个，然后有一个这个，还有个这个，然后你过来，然后有一套是这样的啊，摇杆臂，我们也没瞄到，摇杆臂太快了，摇杆臂。摇杆臂，然后摇杆臂 ，OK， 摇杆臂 ，OK， 这一招可以 ，OK， 这一招可以 ，OK， 他来移过来。我才玩了几个小时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反红我知道，
啊，打我的时候我是反的，这个我知道。记得红反上墙的时候什么意思？谢谢宝贝，就是比如我把它这样子打，然后打，然后这样打，然后打。打到这之后，这样打他吗？然后继续打，你把他打到墙上是吗？我把他打到墙上之后，我再跳起来连他啊，然后或者是再跳起来一个OK。懂了，还有基础要学 ，OK， 还没学完，再学一点东西，还得学些东西，手速要快，有点慢，有点乱，脑子有点想不过来，教学，角色指南。这些我们都学了，都打勾了。基础篇这个地方，是不是这个？是这个吧？好烫呀！太烫了，喝不了一点，看一下是吧？这基础篇一好像打勾了。OK， 这个是什么？中规中矩不是我的作风，但基本打法是要记住的。首先来讲一下用牵制对手，用踢击牵制对手的行动。OK， 先出蹲下的中攻击，在你脚尖刚好能命中的距离出。如果距离，试一下。还要我接 RT 耶？啥意思？没搞懂吗？那我接 RT。红头播放。
我一起按呢。先出蹲下的中空击，如果距离更远，就容易打断招式。站立重攻击，或者带上能，我试一下。我一起按了我，你们看。按住的，连招。那这个也是要用气。哇！第一下是中蹲下是吧？哦，第一下他是想要我蹲下攻击。有点难。是要蹲下。攻击不了。哦，蹲下攻击，然后过了，但是还得练练啊！你不是过了就不练吗？我在练。先是他是想让我这样子蹲下攻击之后，然后他。连招开大了确实是必吃的，躲不掉的。确实。然后再接个红把它打到墙上去，我去。再接个红，我现在接不了，因为他不让我接。练习模式，懂了，就是按住 LB 那本人，按住 RT 去按那个中攻击。OK， 过。下一下。重攻击也可以这样。接不了红，他起身可以反我红哦，有道理。是暴气打到墙上再接这一套，再接红，用牵制让对手，然后再搞垮对手的功能，就是要吃跳入就很烦，一定要打下来。哇！我什么时候才能练到这种水平啊？这个真的就是得每天练了。等一下，这个还好，但是他那一套很帅。这我也可以啊。
呀。学这个，哦，这个是这样，我在学他那个，我过了，这个我过了，我在玩呢。之后，接下来就是超级有趣的我的独门技巧，哦，风破球，我看一下，这个不是我们刚刚有学过的吗？就是要这个吗？不过对手也不可能坐着看着你放着你过去，如果对手过来干扰你，你用基本打法进行牵制或者对空，让对手老实点。隔有一段距离，就用这个，就用风波安全的续风破球。这个我知道。另外还能接招中带住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打有打过，我有打过。就是那个放那个酒啊，续了风球之后就是好气了，用风波球强化必杀技能了。要用那些被强化的招式来进行衔接。这我知道。再加一个这个嘛，但是还要快吗？哦，要快。五黄沙这招会前冲突袭，保守打法去，底气就更足。这个，哎，这个得学。就是说摇杆中了之后呢，再加一个这个吗？泰森词汇中，试一下，再试一下啊！摇杆中，打错了，等一下，他这个一定要快，我看看他，一下之后接一个，然后这样。
一定要快。快，接招就是连招，就意思就是说，我如果摇杆打，如果我摇杆打就要什么像我这么上路，摇杆打的话就必须得接这一招，得接招得快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这个我还是能打住的，主要是我记不住他这个，老是记不住，对这个不熟悉，就是不熟悉。如果我熟悉的话就可以记住，但我就是不熟悉，还是得多打。这个应该是得肌肉记忆时间的问题。技能是这样的。不是往上往下。我打了个什么出来啊？什么出来啊？刚刚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摇杆！刚打的蓄力的 ，OK， 是要摇杆又快了，摇杆接近 ，OK， 摇杆蓄力接近，摇杆蓄力接近，好嘞，摇杆蓄力，摇杆蓄力接近，さばきじゃねえか。就是在练基础练级。OK， 这个英雄可以很好看。是的，我在练他这个技能，因为我对这些东西都不熟悉，我得熟悉之后每天都得练。我每天玩我都得去熟悉这个技能，让我的肌肉记忆记住，然后我才会打这个东西。然后呢，我如果一个英雄这些肌肉记忆基本呢已经学会了之后，我去学新英雄的时候，我看那些技能，我就不用记着这个按键，我就知道哪个按哪个大概，然后记技能就可以。我觉得必须得肌肉记忆得练。摇杆 B， 然后接这招。摇杆 B， 摇杆 B 接这招。可以。OK， 结束。打个人机。不急，自己练，急啥呀？
命令名，我知道玩第二天呢。说实话，真的好像有点模糊。等一下，奇怪了，哪是问题了呢？不像是这个呀，对呀。我自己心理作用吧，应该是我的心理作用。手柄好帅，叉 box 的，真得带个去练肌肉记忆。这个我真的很烦。喜欢我可以给我办个卡卡哦，我不玩 LL， 我不玩 LL， 不玩。加米。试试我的连招吧，哎，没反到，哎，等一下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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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能拿它来试，试不到一点，我不信，我不信了。快，你塞了那路是吧？我摇杆，摇杆。哎呀，没反到！哎呀，我又没反到，那你想跳起来？训的，来嘛，摇！我这没反到。为什么？但是还是死。怎么我这回反倒？是因为他我离他太远了，所以我反不到他的红，是不是？还可以。
选个别的，选个别的来练一下，他这个太烦了。我想先用我的技能连不到，用他吧，练他吧。练那种不要这种老是动的，我想练技能。他那个是他的大对吗？哦。那个大招我不知道，那个是大招啊，我不知道呀，你要理解呀、啊、我都不知道那个是他的大，我不想过来。完蛋了，连到了，连到了！是你给我拽的，对，我得练防，尝试一下防他的技能，比如说这样，他开局肯定会打一套过来。逼到墙角可以用一个红，是不是？哦，行，懂了。继续拿它来练吧，继续来拿来练我的连招，毕竟我的连招真的很不熟悉。不行，还不够，这只是刚开始，还不够。等一下，我开一下这个。冰糖雪梨哈，喉咙喝一下，再试一下，不低，对我来说不低，我不要那么难，我就是要先练，我不要去改，你们别期望我改啥了。哎呀，没防到，所以你们别想我改什么多少多少级的 AI 了，我连这个都没有打到完全很熟，你们想让我去改干嘛？我这才刚玩第一天呢。用个这个。
帅，说实话真的很帅。好的，你去吧。接攻击那时候直接就是僵直的 OK， 我是不是接一个中，我接一个不管接什么轻中重的攻击都可以。打下我的最害怕的东西吧兄弟们，我就不想着要用什么技能先了，我能不能打过他，打下我最害怕的技能的这。我又还是有点害怕他，等一下。
起一锅。你想干嘛？我去，生资敌本田，你们是怎么做到表情包跟他就是找到一模一样的呀？神头鬼脸，我不服，来。表情可真行啊，棒棒糖加个手机啊，哈哈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本田啊，你赢他一次不够的，你一定要抓住他那个破绽，他这个时候会过来，这个时候来他就得拉开距离。哎呦不行，你看你不能给他抓住，一定不能给他抓住。哎呀我去，
球锤，我去。哎呀，给他装，给他装到了，中了。跳的就是跳飞的，它比较难防，你知道吧？昨天晚上我打的时候，
你只要我打人机2-11我都继续打，你只要练了之后你才会玩。我昨天也是玩了一个，玩昨天玩的时候一个都打不过呢，我现在能打的，选一个别的角色。选这个吧，我最恶心的角色，兄弟们啊，我是真讨厌这个，这游戏真的是得玩久了才行，你知道吧，这游戏300多块可以调高啊，干嘛调高先呢、啊、我现在玩这个都不走戏，调高了不就是纯虐吗，不就技能也招式也练不了，人也打不着吗，慢慢来啊，可以调的，好像可以调到8级。哎呦，我最讨厌这个了，我角落去就好打了，但是会玩的人会拉扯，因为这游戏好玩啊，哇去，你们可以去试一下，不好玩就不玩，觉得好玩可以继续玩。这些我都打得过了，说实话真的就是这个很难，5级试一下，太生疏了，是的，5级啊，我升了1级。完蛋，升了1级。Go!
不起来啊，我想跳起来打他，打歪，老是一打起来急了，摁不出来，我去。就你是吧？就你是吧？啊？就你是吧？就你是吧？哎呀，我怎么接你？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！抓技能接到 ，OK， 接到了，接到了。哎，我怎么跳不起来呀？我真服了，完蛋了，完了，没了。我按太快了，太急了，每次一玩我就很急。我去，这五级也太难了吧！四级的还能勉强打打，熟练度不够，所以就得练。我去，这五级的我能打一天，连招这是啥呀？其实我有防，你看我防的是你看我基本都没人抓，都给他抓到破绽，太强了。又被他抓住了，哇去，
法，打不到他，我真服了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跳起来按歪，他老是不过去，你知道吗？他老是在原地跳。OK， 我成功了。我真服了，你看我每次想跳起来，都跳不起来，我真的服了。站着跳啊，站着跳啊，好恶心啊！这个真的，跳。我去，打不过，好难打呀！我跟你讲，他的缺点就是在于我跳打他的时候，抓他 timing 很好打他，但真的好难打。这个是五级的，四级的还能勉强打打。现在他追上来了，已经6-5了。我就想练他，用他来练，其实很好练防，很好练防和练我的技能。但是我确实防的也挺多的了。喂，我操，真的太难打了。你看我跳起来，游戏卸载了吧，完全防不了啊，他一靠近你的时候你防不了一点，你我按了往后退，但是还是会把你抓住，就是熟练度不够高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太难了，我去，这游戏太难了，这游戏太难了，对我来说真的好难，从来没接触过这种类型游戏的人来说真的太难了。昨天玩了一天，打了一下人机，以为自己真能行了，结果今天按了个5级人机直接打不过。这我什么时候才能练得熟啊，这么吓人，我去。这我啥时候才能打呀，
太难了，我觉得还是得熟练度，我的熟练度还是得必须得提高，就是我的熟练度还不够。野哥，文杰在上边呢，在上边那个鹅鸭杀频道。哦，行。他也能精准的找到我，然后把我，我就是要找到你，打死你！还是得熟练度高，没熟练度真玩不了一点。你看我不好友跟好死你。